有利康科技 AGV 柔性生产线解决方案，借由自主开发的 AMR 系统审核 Epson 机械手臂和单站式自动化应用，满足客户对少量多样的产品生产需求，协助克服重型或不易搬运产品的问题，取代人工输送的工作。多功能工作站的应用更提高了制造过程的精确性和灵活性，进一步提升了产品质量，为了企业创造了更大的灵活性。产线运用 AMR 雷达和二维码技术，可提高生产过程的准确性和效率。在柔性组装及测试站方面，结合了单站式自动化技术，如自动组装站、雷容机、雷雕机、六面检查机、3D 结构光扫描机、电信测试机，还有此次吸金焦点自动锁螺丝机。该机采用了 Epson 的四轴手臂以及松下伺服马达与扭力感测器，靠着压力驱动器的控制功能来控制锁螺丝的力道，备受车用测试场的青睐。此设备具有数据上传及回溯的功能，并提供实时资讯显示，实现了高效的生产自动化系统。